一场女友争夺战正式开始，中华田园犬大黄跟哈巴狗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，起因就是因为那只黑色的狗。黑色的狗正是谈恋爱的好时刻，大黄胆子非常小，但是为了找到女朋友，找到老婆，他今天也终于奋起一击。暂时来看，大黄好像取得了先机，取得了优势，但是大黄毕竟胆子有点小。虽然刚才那一战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但是胜利的果实他并没有保留住，因为内心的恐惧，他选择了退步。哈巴狗虽然其貌不扬，体型也不大，但是性格比较强势，胆量比较大。虽然刚刚战败了，但是还是表示对大黑狗锲而不舍。大黄这时候来找外援了，他不断地看向摄影师，他想让摄影师去帮忙，帮他抢回女朋友。但是摄影师非常狠心，并没有帮助大黄。大黄最终能鼓起勇气去抢回女朋友吗？大黑狗其实内心是喜欢大黄的。您看，大黑狗频频回头看向大黄。这时候，大黑狗突然间发怒了，直接对哈巴狗发动了进攻。他说：“都是你这个哈巴狗，害我大黄这么帅的大帅哥，就这样被你赶走了。”哎呦我的妈！